定会过，就是那种带避雷那些的哦。避雷欧瑞莎、炸弹鼠。坦就是欧瑞莎，但补不够。安娜，安娜，不记得。好 ，OK， 这样。碧姬其实也不错哎，我觉得我们昨天那个组合就不错啊。对，但昨天那个盾其实是因为是专家，所以盾才够用。没有啊，可是你欧瑞莎，你可以不要和尚啊。讲完小二就去了至少我们可以开着超魔物圣直接去顶那个人的伤害吧，还是说超魔物圣不够？有可能不够啊，这怎么也不可能比法拉的大招还要多吧？不好说。哇，这个清的速度挺快的，那就是把这个盾刚丢就快过了。什么？刺客？要睡刺客吗？哎，刺客刚不是被我睡了？对，后面后面。这边，所以刺客这难度。哎，我可以直接挡住，我可以用我的血把他挡住，他就不能冲我了。哇，看来我还不够基本。那个大炮兵，你们觉得意下如何？我的意下很香。香不好笑。好吧，不是不好笑，是太老了。太老的笑话是吗？对。哦，是我。好。前进来了，然后再前进。可以中，可以把他打到冒烟呢，你知道吗？精锐，真的精锐，用得了吗？可以直接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他们吸到水里面。哎，你走太前面，盾保不到你哦。好。
不会要穿墙上来了吧？我被晕了，拜拜。睡着了。哇，这个行耶，我觉得。你说为啥输出也挺乐观的？尤其是射这么多的时候，就算我花枪我也看不出来。哈哈哈！黑位就没有坦啊，黑位刺客没有坦啊。来，挂他出了，挂他出了！哇哇，盾直接爆掉！等等，先扶他，先扶他。刚刚是有王的。先开大哦，我挂他出哦，我开大，我开大，干他！全模哎、欸，全英雄模式好像是随机的，我记得。嗯，随机。那个声音跟叮叮叮叮全打头，可惜别人没有办法体验这种感觉。可以啊，我不要架就好了。可是才15发而已。好多二级兵。刺客，刺客，刺客！我刺客先打，先打兵，先打兵。他打不死。打打打打。哎、欸，等等。后面后面，公爷，我过速度按你身上。去救去救。我们必须复活队友。哇，叮叮叮叮叮，好爽啊！还是你没在盾里啊？好。我觉得我可以直接扛那个正面扛那个王，要不要？先让唐龙。这边是有王，我有大喽。这边没有王，应该会有，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只。我是怕他撞。我有睡眠指标啊，这只标。同一只。撞我撞我。挂输了，挂输了。撞了。我换弹，刚换弹。啊！没有睡眠标。没关系，我一直在盯他头。但是万币的感觉如何？就对吧？很爽。挂着球杖，叮叮叮叮叮，有够爽。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疗愈，是我听过所有都是里面的声音最疗愈的东西。这个就是，这就是美术馆。OK。后面是不是有人、啊？对，后面有刺客。刺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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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住！先打炮兵，先打二级，先打。被插。OK， 刺客倒。我来补光眼啊、哦！马上应该开。接下来就是加那个小洞里了。我的大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哎、欸。我觉得我的大好像丢出来伤害会比较低，
用不到，用不到。你可以直接扛吗？来，小洞洞战术。真的吗？要小洞洞？不行啦，不行啦，王邪那么厚，冲进来。我可以挡。也对，我可以直接那个炮兵直接他冲撞直接扛掉。这盾很快就破了。啊，小房间战术吗？对啊。好。是怕换弹。不行，我就开大。你只要猪有挂网，我开大时间你们来抠。你看我们的血。我给你大招，我去扛这点伤害。其实我有点看不到前面，没杀了，我也不用打头。冲往前射就对了。嗯。我就左键按着嘛。我也是左键按着就好。要是左键按着粘着粘胶带了。大家。需要左键按着就好。刺客哦，我看不到他哦，他来了，哇，打我！哎，有狙击兵，有狙击兵。没办法，刺客，看画面好乱哦，看不到。这个看不到补量，好可惜哦！大概破万了吧？有吧？还是有吧？你看 tab 就有啊。你看不到补量，可是我看不到敌人。看我只看到，我只看到欧瑞莎的屁股。还我的吧？哎、欸，你站这边，刚刚那边，对，这里还不错。啊，这样至少我还看得到画面。只看得到画面啊！刺客来应该不用开吧？刺客来，我跟欧瑞莎扫他就爆了。我没有大哦，报告。没有，怕是冲我吧？冲你刚刚不就冲你吗？刚刚就被冲，刚刚就冲我了。可他应该也是瞬间死啊！散弹枪，来，待会王来，我是不是也不能开啊？喜欢可以挂那个特种兵，对，学校强化兵，好强兵，哇！终于来了！二脚，刺客，遇到了！哎，盾了！我被晕了！刺客在外面。只是带的是两只耶。我大了，为什么就两个不是被冲？我大留着给胖子，来只明明就那么大一只。干欧瑞莎不是更大只？欧瑞莎有那个啊，体型。哎，我觉得小洞洞战术打完会两只会打不动哎，两只打不动。等王出来的时候，不要换位置。好啊，因为冲撞的话，我只有一个生命标。我们可以换什么？小方。小角落，可以。我觉得超看超凡入射应该还可以。可是超凡入射来了来了来了。是吗？是那两只吗？没有看到。我听到降落的声音啊。我也听到了。来了！我挡住了。好，啊，第二次来了。倒一只。哎，别！哦，来了。我什么都看不到。画面我好乱哦，我看不到，我也看不到。等等，我站在你正后面，我什么都补不到啊！等等。可以，我血都没在动哎、欸。可以。扛不住，他快死了。他到底在打谁啊？我看我们四个人血都没在动。他打我！好了，可以走。走了。可以，快逃！手动动战术屡建奇功。
快逃，快逃！快逃！哎，现在还可以继续刷星星吗？没有，不行不行，这个来了之后就没有算分数了。你怎么知道？已经看到有人试过了，没有分，有人试过了。我喜欢自己试。不是啊，我觉得常常有人就说怎样怎样怎样，可到最后你自己试会发现其实不是那样。其实欧瑞莎应该是伤害会比较高的，一度扛了12000的伤害。欧瑞莎感觉就是最有用的一只，有盾又有强化，又有霸体。Hi Ashley，、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没用。26142嘞、哦，不错哎、欸，也有在前面的排名了吧？看起来，